请放心，我们为各位准备了精彩的表演。不过，我们还在为开场秀做最后一点小小的调整。很抱歉，演出推迟。眼球啊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
介绍下一位歌手，阿西回来没有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好了，别担心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位，他拥有绝美的嗓音，而且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请以澎湃的热情欢迎米娜。观众，来吧，让米娜知道你们有多想听她唱歌。大家一起来鼓掌。米娜，大家再大声点，要让她听到。米娜，准备好的表演，还好没把我的舞台给弄塌。各位观众，如果说还有一项表演的话，那就是艾希。现场有哪位叫艾希的？是时候到舞台上来了。暂停，不过电力很快就恢复。这我可不敢保证。
别急着离开，我会想出办法的。我们需要。Wrote some letters on a paper towel. I got faith in you, baby.